李佳芯为珠宝展发布会担任 model 啊，阿丽就话自己平时都有储下珠宝咁噶，咦？就咁听系咪即系拜金呢？阿丽会唔会又系嗰啲要2000尺楼先肯嫁嘅人呢？咦？喺我字典里面咧就冇呢个 concept 嘅，即系从嚟择偶咧就唔系一定要有乜嘢先至会一齐，即系我冇谂呢样嘢，但系最紧要夹。咁如果唔夹嘅话，大家住一间 house 咁样，但系对住面咗咗都系件事。咁即系冇楼都 OK 嘅。我自己有能力買到的樓就，我想我不會瞓街啩，唔係即係我諗我不會瞓街嘅，咁我自己有間屋仔，條仔都曬，點樣條仔啊？有錢俾我，係咯，養埋我。我有男朋友，係啊，有雜錢，即係食飯又你俾錢，然後又俾車佢佢生活。係啦，我連養自己都未養得掂。又話買到樓咁嚟啊？咁我有個阿姐頭嘅，咁但係未至於到，因為我都幾中意食嘢嘅，因為我係幾中意食嘢，所以我連自己暫時都未養得掂，我養唔到人。同埋如果你要講排隊咧，我仲有爹哋媽咪要養啦。點都未排到男朋友咯，係啊，即係但我覺得報道就得意嘅，即係我冇睇份報道，但係咁大家都知一定係好，一定係好 juicy 噶啦，咁我覺得都好嘅，即係得啖水，同埋我始終可能有劇出街啊，咁知道都會有新聞噶啦，咁佢唔係講啲乜嘢太差嘅就笑笑就算啦。